報第一時間梗係去揾日本中部旅遊中心換票先啦。即日起至4月30日，只要乘搭台灣或者香港出發的航班進出日本，使用新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，就可以免費換取新穗高高空纜車來回門票一張，或者名花之里門票，又或者長島溫泉樂園門票，三選一，額外還贈送線上免税商店完美行購物3000日圓時價券。咁著數，我哋又點可以錯過呢？而我哋就揀咗新穗高纜車，希望去嗰日唔好落雪啦。而日本中部旅遊中心位置位於中部國際機場第一航廈2樓入境大廳，當你入境後出閘的左邊方向，就會見到日本中部旅遊中心，就在Subway隔離。兑換方法，只需出示中部國際機場的來回機票購票證明，紙本或者手機熒幕截圖都可。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. Please subscribe to me.